时间隔。不是，他那个心脏内膜没有那个之前那个做的看那么连续，是吧？看他血流呢。啊，对。他血流要好一点。哦，他血流好，比国产血流好一点。他活成他那种。国产他到了心室里面，那个血流就不见了。他心大，然后可能深度比较深啊。我们切到那个彩色 M 模式。啊，这个好。这个好。这个彩色模式怎么看它好还是？然后再刷一下，我们就切到那个，切回去切到 TDI 试试看。那这个体验应该可以的。它这个 TDI 有问题，正品不应该这么慢的。让它波峰波谷显示的清晰一些，就是说落差大一点。然后 free ammo 也一块做了吧，做全套。我这视频没有停。稍微脆一点。下面那个辐射状的东西不知道是啥。你那二千半的那个 M 图形没刷出来，你才是二千半，你那二千半都没找这到。个是二斤半，这是二千半吧？当初那一条是二斤半，这条对。吗？对。你把这个我们去掉，改成单线。打一个 M 模式出来。